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。小乖，乐乐，走，我带你去过二人世界。咦，二人世界是什么意思呀？二人世界就是独属于我们俩的约会，享受彼此的陪伴和甜蜜的生活。这段时间你为了叔叔阿姨的事奔波在几个城市，你也辛苦了，所以我决定带你去好好放松一下。可是我爸妈他们那边。你别担心，叔叔和阿姨他们也需要空间来慢慢相处，我们做儿女的也不需要干涉太多，自由的发展才会拥有最好的结果。那我回超市去上班去就好了。二人世界听起来就要花好多钱，我还是不去了。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再说了，男人赚钱就是要给心爱的女人花，如果一个男人对自己女人都抠抠搜搜，那还要男人干嘛？可是别可是啦，人生不过三万多天，快乐一天是一天。乐乐，走，我们出发。买的是滑雪双人票哈，请收好你的雪卡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乐乐，我教你怎么穿这个。来，乐乐，来，你先看我一下怎么滑。曾梦想仗剑走天涯。哇！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。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心疼的姑娘。乐乐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下来吧。如今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滴滴滴滴滴滴滴的那。乐乐，有没有摔到哪？喂，快快把东西捡起来吧，都摔一地了。没有摔到吧？啊，没有，不痛不痛。我们去挑战最高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拿好了哈。就这样下去吧。啊，对，半蹲，内八。哎，好。哎呦，哎，妈呀！啊！哈哈哈！那我下去了。好。每一次难过的时候。啊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。好吗？好啊。有多少要不要我了？哎呀，好冷啊，我的下巴冻住了。我讲话都讲不利索了，你看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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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乐乐加油。没有摔跤。昨夜酒醉醒来。乐乐好吧，好不好玩？好。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，让我们干了这杯酒。阿林，来，我给你买了些补品。你早干嘛去了？我们离婚都十几年了，我所承受的痛苦都是你造成的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爸，你
你还是先出去吧，我想跟妈单独聊两句。好，阿丽，对不起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阿姨，你们母女这么久没见面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叔叔，我们出去吧。哎，妈，说真的，爸他现在真的改变很多了。他现在也不打牌了，每天为了我们这个家，在砖厂没日没夜的上班，而且宁愿自己吃馒头喝自来水，也要给我们买盒饭和牛奶。乐乐，你不要跟我说你爸的事情，你跟我说说奶奶和弟弟过得怎么样了。妈，你放心，现在有了依依的帮忙，奶奶身体已经好很多了，弟弟的成绩也是学校的年级前几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乐乐，依依对你挺有责任心，挺靠谱的，特别对你用心。妈，是，我也没想到依依她竟然还记得我，并且还坚持了13年前说要娶我的承诺。妈，要不这回你就跟我回去吧，弟弟和奶奶他们都很想你。叔，阿姨她一下子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。我知道，这个事情怪不了谁，也只能怪我当初没有好好的珍惜她。那第一，看能不能帮我找个处分，我就想给你们做顿饭吃，吃完饭我就离开。好，我来安排。
幸福有时候不说话。阿姨，乐乐，你们来了，来坐这边。哎呀，这么丰盛的菜啊，随便吃点就行了，你们赚钱也不容易。这个菜也是我们从菜市场买回来自己做的，也不贵，来您先尝尝，看看合不合你的口味。是啊，来。趁着光的它往前走。哇，姨，这么好吃的菜是你做的吗？阿姨，我可没有这么好的厨艺。那是谁做的？来，菜上齐了，大家吃饭吧。他就晓得到我家。妈，咱们今天就是简单吃个饭，别的事情啊等到岁月把这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就是简单吃个饭。他们挽着手把生活过成一幅画，可能太虔诚。叔，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好，都绣在了心里吧。再吃点。陪伴是最大。他婚礼上对他说别哭，他病中对他说别哭，爱是两个小